零高零，风高风，稳固的高档王。欢迎收看，大家来讲台语。第一遍看到我影片的朋友，我影片是跟大家分享，分享我自出世一直到大汉所学的台语。假使讲若有想要学台语的朋友，欢迎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句台湾俗语，即句俗语叫做“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”。即句话应该真侪人拢捌听过，毋过较少年辈可能都毋捌听过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虾米种的人就甲虾米种的人做朋友。可比讲，零甲零就会做朋友，风甲风就会做朋友。稳固的甲动用的就会做朋友，稳固的甲动用的其实嘛无一定会做朋友啦，这是为着要押韵才安尼讲的啦。零即字嘛有人讲零，这是交破，嘛就是华语所讲的破音字。零即个字就看用伫咧啥物所在，有诶所在就应该念零，有诶所在就应该念零。咱即马就回归正题。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动戆。这句话甲华语的物以类聚是同款的意思。要无，咱今仔日分享就到这为止。爱记得，若有想要学台语的朋友，欢迎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安尼，咱后一个影片再会咯。